还有一个非常尴尬的，你记不记得这个美国国家航天局跟波音公司啊，经过好几周的故障，不是那两个太空人吗？他是这个6月6号到了升空，到了这个国际太空站，本来在这里只要停一周，到此刻为止停留已经超过了50天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哦。现在很多人在呼唤说中国要不要派太空船把他们接回来啊，哦？两个都挺尴尬的。对，我记得上一次这个国际媒体就是说嫦娥五号回来的时候，那个中国大陆外交部的那个记者会啊，西方媒体就问了中国大陆那个毛宁啊，说哎，美国如果跟你申请，你要你给不给？对，当时我记得毛宁他没有拒绝，他说你们难道忘记了美国那个沃尔夫法案吗？对他的回答是这样，所以他没有把话讲死啊。那沃尔夫法案就是说美国明确说明，就是说任何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航天的活动啊，基本上啊都要经过安全查核，所以他不只是说不让你参加这个，不让你参加，尤其这个国际空间站计划，中国大陆是完全被排除。那在有关这些航空的，事实上很多记录啊，包括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到美国，天文科学家去参加一些天文科学的国际研讨会啊，有的开会开一半说对不起你必须离开啊，开个会的哦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沃尔夫法案，是啊，他在执行上非常无情的啊，那就是说美国人在这个上面涉及国家安全是怎么样，是毫不留情面的。那不过他们的研判你也说也没错，他们别的人不防，就专防中国大陆，可是经过了这个20几年下来，你就发觉中国大陆是有这个能力。对，所以你现在你也不能说美国人他的判断是错，所以美国的情报还清楚，他中国大陆迟早赶上他。那这个美国的这个航天计划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啊，它的持续性不够强，也就是说他不会一个计划做20年或30年，他很可能做到一半他就收了。最近美国在又要做这个所谓的在这个最快的飞行器，现在有一个计划已经到2.5了，这个马赫的音速啊，可是呢他现在要往3.2的马赫的音速去飞啊，结果他那个3.2最快的飞行器，这个计划是美国自己在70年代一个飞行计划，可是他那个时候因为出事以后他就把它停掉了，那现在他又回过头来做。那中国大陆不一样，中国大陆事实上这个航天计划从2弹1星开始哈，基本上就没有停过啊，就是5年10年计划，5年10年计划全部都做出来，非常清楚。超客，比如说中国大陆讲说，我2030前我要登月，人类登月，然后就一步一步就这个计划，你在2020年就讲出来了，2035年要在跟俄罗斯合作，在月球上这个设置永久性的实验室，这也都是计划讲好了。所以这个整个计划就是说你的持久性计划，然后呢你的国家资源的程度，你不必让你的 NASA 每天想要办法去搞钱。对，那为什么他要批准要给美国呢？我觉得就是中国大陆事实上话有一个长远计划的一个国家，跟一个很多都只看的5年或4年国家，他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中国大陆基本上还是在扫除啊，就美国啊在对中国大陆哈这种科技上面的这种围堵障碍。可能从科学家的角度上来看，科学是要不断的交流，不断的激荡，然后才能够有一些新的东西。那美国在这个领域基本上还是很有实力的，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考量，我认为是比较从科学发展的长远角度。对，说实话，给你几块岩石，如果能够哈，大家能够将来哈彼此交流的广这个哈交流的道路多一点的话，可能大陆看到是这个价值，对对对，不会这么样，有长远眼光的，有高大志向，他不会去计较这些小事情。就是那种什么事情只看4年只看3年或者说啊只看1年的，那最难搞。但这个要计较一下吧，本来只要待一个礼拜，现在待了50天，现在每天大队帮他们算今天回来没有，没有，明天可以回来吗？因为他好像有5具引擎，对，有两具漏气，是啊，到现在他没有解决，对，他事实上他是有风险的。所以最好笑的就是什么呢？我认为这个东西最好笑的就是什么，
就是他上去第一个礼拜说没有关系，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回来。对，是啊。第二个礼拜又说我们下个礼拜要回来，结果呢，最近不敢讲。对，就是大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因为都以为下个礼拜会回来，然后都没有等到嘛。对，现在就一直待在那个地方，就回不来。是不是你要再开一个这个航空器把他们接回来哈？我想那个是最后的。不过现在变成就是说，没关系，那个空间站哈，上面的食物哈，各方面的补给都还够。所以要测试吗？要等到弹尽粮绝吗？弹尽粮绝那一天他非得采取办法，可是没有弹尽粮绝这一天，就让他们就等于说就待在那里。可这个是有一点笑话，因为你要做对比的话，大陆的这个航天计划，以这个天宫号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说美国人自己讲，他说几乎都是在毫无瑕疵的状况下进行，一点差错都没有，使命必达，使命必达，完全照表操课。今年几号发射，几点几分发射，就是几点几分发射。对，你说像那个落点啊，然后是任务啊，什么时候做什么都有，更何况这个对比太强烈了，这个是上去就下不来了。对，所以不可思议。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现在它的这个航太是一个高风险的，也就是说他们的太空人真的就是说没有什么绝对是不会发生的，都会发生。所以现在这个地方人卡在那个地方，就是全世界的一大笑话了。对，可是问题就变成他的这些中间有太多的问题了，而且波音公司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公司。对，你不要说航天器，他的飞机出了多少问题啊？然后这个公司上次在美国参议院啊，这个作证的时候，听证会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时候美国的这个民间对波音公司已经失去，可是。我听了一个真的那个数字，我真的觉得真的变成就是说美国这一些行这种大公司主管，他到底他的任务是什么？也就是说人家问了那个波音公司的 CEO 说你的年薪是多少，你知道他年薪多少？多少？3750万美元。美元？天哪，3750万美元一年的年薪。那个询问他就说那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是啊，对不对？你的作用难道就是不断的你出问题的状况之下，你把问题掩饰，然后让你有问题的飞机不断的又活得到试航证吗？然后出了那么多问题，你这个飞机还是不断要美国的政府帮你在外面推销。你的工作的使命难道是这些吗？对吧，这个波音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哈。你说这个什么舱门掉下来粪管爆炸都还小事啊，现在搞得这个太空人回不来，现在成为国际的笑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其实每天是有直播的，大家都在问今天吃了什么啊，放你一个太空假期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